余生请多指教。发剧照，肖战杨紫甜蜜对视不说，谁注意播出时间。要说现在最受大家期待的电视剧的话，那么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就是榜上有名的了。虽说现在距离这部剧上线跟大家见面还是有段时间的，但是好在官博还是晒出了不少的物料让大家过过眼瘾的呢。余生请多指教发剧照，肖战杨紫甜蜜对视。当然我们的男主角顾医生肖战也是没让大家失望的呢。肖战的这个侧颜真的是让大家都瞬间就心动的呢。除了两人单独照之外，此次官博更是首次晒出两人的合体照呢。不得不说，看着这两位高颜值的演员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了。余生请多指教发剧照，肖战杨紫甜蜜对视不说，谁注意播出时间。除了两人的甜蜜对视之外，近日在网上也是曝光了余生这部剧的定档时间。